这年头的铲屎官是越来越坏了，好事一点想不到宠物，要是有什么坏点子，一下子就想到毛孩子们了。我说人家宠物就不要面子的吗？镜头中的女主人强行拉着猫咪看恐怖片。知道自己害怕让猫咪陪着，还有比这位铲屎官更坏的吗？铲屎官，你这是拉着我看的啥？平时我想看电视都不让我看，今天怎么这么好心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？我的妈呀，这么吓人！铲屎官，快点放开我，我要离开这儿！喵星人吓得脸都变了。铲屎官倒是挺会玩的，用猫咪挡着。我说铲屎官，你这么做确定不会被猫咪骂吗？也就是人家喵星人不会说话，不然的话等着挨骂吧。大家怎么看呢？你们和宠物一起看过恐怖片了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哦。